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都这样了，你还笑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一醒来，我就躺在他怀里。我没问你，放动手。孔雪莉，你又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和你差不多。你们俩也？我是跟胡萱萱。几位都醒了，恭喜几位亲人早安，刚刚把你们衣服洗干净晾干了。你是谁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袁春风呢？什么袁春风？这里是入画山庄呀。小丫头，你可别唬我。我怎么会唬你呢？大家都等着你们呢。还愣着干嘛？赶快穿衣服！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现在怎么办？